感觉是宝可以玩蜘蛛啊。你认真？认真啊。牛奶，我们终极塔莎站，我去下野塔莎，去上野塔莎。对面有个跑线仔啊。谁？谁是跑线仔？阿龙啊。Pathetic。哦。真的？哎，蜘蛛好像处理不了他。那我想一下，我先确定一下人马是打野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打他。人马应该是上吧，是吧？打野几率高一点，现在人马打野几率高一点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上位已经不强了。你有最后一个选啊，然后你要 C 了吧？我每次都最后选。拉斯特 pick 哎。啊，你可以看逛整场，先看队友。哎，我拉斯 pick 真的很少出啊。我的角色死太深了，没有、啊。我跟你讲。这把全乌龟是一定赢啦、啊，但很无聊。你是不是打包、啊？我打包啊，我打包啊。你这局会赢吗？一定赢啊！下路送也赢吗？下路送啊。那我跟你配，你就选一只处理不了他的，那你我们不是不能配了？我的处理不了是没有那么扛，但还好，不是你缓着嘛。我顶过来一定要一直锤啊！他果子开了我再炒啊。哎、欸，我撒个尿。警戒。人马还在捡。蛮王上精英吗？我觉得可以哎、欸，用这种比较冷门的角色上精英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好吧。我试试看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。不然一直玩那种主流角，我一直玩厄萨斯、达瑞斯，我不喜欢。一直玩厄萨斯、凯人什么的，我这种，我如果一直玩那 OP 角，要上精英肯定是可以的。我觉得，我很同意你刚刚说的话，实在是。先上个猪猪。达瑞斯我也不喜欢。达瑞斯你也不喜欢，嗯，是因为他的名字不喜欢，你是因为他的大角色也不喜欢。对对对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会被近距离风筝了，我被看到了，好讨厌啊！刚刚卡龙在这里插一根烟，被看着的感觉真不舒服，往里面归一点，像眼睛，他眼睛大概在这里。现在是不是两种都不太 gank 啊？没有，人家两种 gank 了，啊，你 gank 完要干嘛？你又没有蟹，然后你另一边就被爽吃。以前两等 gank gank 完还可以吃蟹，啊，如果对方吃你另一边的 buff， 你还可以再吃另一边的蟹，就有东西可以换。但现在两等没gank到，你没东西换，我也超智障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忘记我点啊？找到我砍他，我也忘记我点了，不然他死了。我来了，哎呦，你这闪现什么意思？我不闪现不要风筝啊！哇，那炮车靠背，哇，他看起来，那他还有闪吧？靠背嘞。哎、欸，人马，来，开多，人马没闪，人马，快，快，来走，人马，我单杀，我单杀，小鸡，啊，不想说了，操他妈的，他蹲我还被我单杀，还在点燃，你要回来吗？要啊，不要点，有没有觉得我很冷静，态度冷静的玩家，等一下给我一个赞吧，我觉得以前那样比较好哎、欸，什么态度冷静，值得尊敬，对啊。是吗？现在改什么爱心跟低能一样，按个爱心能干嘛啦？哎呦，勃起了，辅助勃起了，太爽啦！嗯，键盘太爽啦！哎、欸，人马又来了，人马勃起了，哇，撞死人了！哇，闹干，操他妈！一堆人，塔龙没摸了。哎呦，你要赢啊！我一直在刚换血啊！来，我直接上来啊！他有没有闪？我知道。他没闪啊！不过他跟我同时间啊！慢点，兄弟！他一定要回的，他应该走了，他应该走了，所以我就在逛街。你走吧，除非你去大旅馆，他应该会在这边。真的？哇！单杀！无情单杀！不用弹了，史丹利一直 call gank， 我也没办法，不帮会被嘴。最好。你如果放弃下路就来帮上，你就我没放弃啊，我想帮啊。我的上路是慢推的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来一定。还想跳啊？操他妈！有听到吗？啊、慢推怎样？啊、我慢推的，你如果来一定好啊。他就等我掉，那我横着走上来吗？你让我发育好不好？我刷上去比较顺。那你就不用吧，那再下一波吧。因为只要我肥了，打团是一定赢，所以我觉得我把发育摆前面，中间，因为我像我上一波杀他，其实我没有赚，你知道吗？
我捞他一个头，但我捞他头的时间我可以刷两摊，两摊少一百，但经验多一点，就没有赚多少。有啦，还有赚塔皮啦。我不怕不大、欸，早知道我就砍他了，他应该被我砍死了。你看又怂了，我一直想躺。他这种打个手枪只能偷一次，偷不了多少。操他了啦！妈的，臭鱼，真他妈臭鱼！干缓不到他，我被他缓欸，击败。欸，他有鱼，哇哇，我准备了。好废啊！你们要死了，快点跑啊！他还有鱼呢，欸，怎么狙击？哇！你们开上啊！带逆风啊！500带逆风。没事。不是啊，他还有敲欸。有掉。操他！到底跑爽没？啊，他是跑爽没？他是跑爽没？这种算算。你干嘛扣我们紧？我所有的弓都站得准准的，就没算到重击。因为我可以再偷一下死。啊妈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啊！送头嘞、欸！我不要定到有点脑抽。就你不要去下，你如果来上，我们二打是一定赢。而且他这个塔还是掉了，你一直去下。我吃龙不是，我刚杀中。啊，塔龙跑到下，我把塔龙杀掉，顺便吃个龙。我不是去下路。哎、欸，人嘛，人嘛，人嘛。看他现在那个嘞，他三项了 ，GP 三项了，卷。哇操！一滴，鬼子重击，顶回来！哇，好细节哦，这个顶，无情双杀。哎、欸，下路被干了。不要，妈都没了。啊，塔龙嘞？嗯，冲他小，冲他小，冲他小，操你！你一直讲什么操你妈的，你 YouTube 都不会被封哦、喔。太扯了吧？什么啦？这都打不赢？我对教育是这样。说了，无情康克，我上来，我上来。哎、欸，塔龙也到了，不管，双线，双线来，双线来，没事，他引都用掉了。再来，哇，超痛！你怎么死光了？对面全 AD 他不出新人，哎、欸，打架，打架，打架，抓路先。啊，我可以，我在走，是啊，杀掉了，赢了。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这能出我直拉个，等等，不是，我快到了，我觉得还在打。GP 来了，我要回一下血。别吧，四个满血。没事，第二个闪。等球女卷吧。第二个卡龙闪。这怎么怪怪的？卷呐、啊，球女。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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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个是不是吸了？我超肉。八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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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龙。别自爆。OK。没点燃，有点燃的话，那个塔应该被我砍死了。他怎么不吃果子啊？嗯、他吃过了吗？我发现我可以打赢两个人加一个塔。买一件这个就好了，我不会买多。我这个是电档，我最后还是会卖掉。妈低能儿一样被塔龙，你看塔龙，他被我一个人灌了70%的血。嗯，塔龙，塔龙。等他野怪生，哎、欸，知道红，知道红，我这位置切进去不错。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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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超扛。我切他，我靠着他们，我靠着他们。我来追。我在哪？来来，准备回头啊！好，我回头，回头，回头啊！我大概还一下，我大概还要三秒，三秒才。可以抓路线，可以抓路线。我拉一下。他 Q 不到我，到你了，我扛到底了，乌啦 ，A 八六，你干。
哦，好腰了，看死！投篮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一定赢？谢谢。连队友这么菜都能 C， 哦，乌龟一定赢哦，定哦，一定哦。